交易的程度，就有没有学校，就是啥时候预约的，就是预约的啊。对，就是这些东西。那我就先说一点吧，我用汉语说吧。汉语说。这个三六五，我们这个民族吧，自称就是，或者是一个是三六五，或者是幺五，一般不说鱼骨，鱼骨是后来的汉语的称呼，是外来的一个称呼。它是称为就是幺五或者是三六五。三六五。有人的不是鱼骨的，是三六五的话，他不是的，但那他这个鱼骨的跟说是干的，跟说是的。东部地区自称是三六五。西部地区自称是三六五。十四大哥都是三六五的，八十大哥三六五的，我是这样子。一般传说中是他们说是四百年前从，新疆一个叫塞奇哈吉的地方，是因为战争和这个自然灾害的原因逃难到这个地方来的。俺是大哥，俺听说是新疆的三十孩子，塞奇哈吉。以前是藏族的一个部落，他们这个三六五来以后把他们就赶走了，占了这个地方。这地方是原始森林嘛，比较偏僻，也没有多少人。我从那开始跟你讲，不特别带你们来，考古来看，说了古月那些大佛，我是弄了什么？后来这个，那就是后来那些实际上一直属于这个准噶尔统治。实际上这个收税什么，交税什么，跟着马什么。交到这个新疆伊犁哈泰给准噶尔汗交，后来满清政府以后，到康熙时候才被征服的。现在都是那个跟那个不老的中国佬过了是哪个？过了个。我接个电话吧，那先去接个电话。喂。这个喇嘛教，开启这个萨满教，就是那个部落里面发生那个什么病，叫个哈拉普汗，就是那个。实际上汉语就是天花，那个病死的很多，但是喇嘛教那个寺院，一个寺院就是一个医院，这个心也很大，所以就基本上信仰这个藏传佛教喇嘛教的。看，所以说我们现在他不是也不看嘛？那他们现在卡拉布罕这个老头儿，我们家个谁管切线管切线？所以他那个人给嘛喇嘛人的，不能验的，那个家里个家个没得钱，是他们干过。所以各个人在验的个人给，各个人在有的人打死的喇嘛。喇嘛现在不是的。从那个传说上看来，这个蚊子是一直食用的。他们这个西部地区肯定是用的这个不对灰狐蚊。灰狐蚊是。东部地区呢用的就是那个巴斯巴蚊。巴斯巴蚊。它这个都有传说，有明显的传说。再后来，像藏传佛教以后，官方和宗教界就一直使用藏蚊。藏蚊是吧？所以说，从刚刚的说，别人给的巴斯巴的三里古拉山，可能有些从广东来的。Баспа деген монголша тағыр жазу болады деген твиттер үшін, соны қолдана дейді. Артынан мұна менің жаңағы биліктің месіне өту үшін, жаңағы ақырын-ақырын мұна твитчік тіл жазуын қолдана бастады. Қарым-қатынасы тілінде ресми тілге дейді. Заумын ежі шүйіңдау жүйгі шаңғы жүрде 1949年, жүрі Сингрунго чынлиді. Чынлиді еху жүйі. 政策是让使用这个汉语汉文，那么就这个藏语就停止使藏文就停止使用了，整个开始使用汉语汉文。可多数的是跟从的这样的特别跟自家族沟通关系，我能给他们不顾面那个，包括那个带动沟通，我能给，比如说说特别特别这样，带动自家族沟通过的。最大规模的这个使用汉语汉文是1958年。1958年之前，他还是使用这个藏传佛教的名字或者本民族的名字。1958年以后呢，就是整个全部部落的名字、人的名字全部改用汉语。也不，但是你因国家不是那个，像阿拉伯世界的时代，那你比如世界的时代，我当初
Тибетче аты жаңағы ламаша аты бар, ламашасын түркіше аты, түркіше жаңа саманша өздерінің аттарын былай сақтап келген. Ана жылдардан кейін ресми түрде сол Қытай атын қолдандық дейді. Сонда 1958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一直到这个应该是到三中全会那个时候。 这个时段，这个时间是尤古族的这个传统文化消失的最厉害的一段时间，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嘛。到现在的这个情况是。 有20000多人，在本县境内只有9000多人。啊，不过我是克泰克尔克雷斯普里克斯的孩子，我们有这样三个国家，所以我是奥兰达，包括我是奥兰达的。这个人口里面有4000多人是使用这个蒙古语的，有4000多人是使用西部土著语的。 这么样这样下来，就是有个9000人是懂自己的语言，还有2000多人，将近3000人不会使用自己的语言。现在我们身边呢，4000多人，就是这个土著人在这里，4000多人蒙古人在这里，现在还有个40多人，准备就是。4种语言是哪4种语言呢？最多呢就是，主要使用的呢就是土著语或蒙古语，这是最主要的两种。其次还有一小部分人使用藏语的，像我们那部落有使用藏语。现在孩子，我们4种语言都是通的，4种语言都是通的，所以一部分人讲可能土著的，一部分人蒙古的，所以一部分人讲泰语的，包括那印度的，那么 国内都是同的，所以有点含蓄的情况。他们那个古土著有那些就有没有自己学校，就是拿这个自己的那种语言？没有，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学校，也没有自己的讲自己的历史文化的课程，从来没有过。现在我们。 自己成立这个游戏动画研究室和我们正在努力，但是力量非常非常小，就是。所以，移动时代当中，我们那些做不到的，我们不是做不到的，现在我们所讲做不到的东西，对吧？嗯。我是做的，不是去年，三月五十号买的。啊，他说就是，那这些该方面能不能拿三月份？ 他再说说啊，再说回西部语言。我咱们有个来的克斯，有个是来的克斯，就不拿死，克斯，不拿死克斯了不？那个没你要拉克两顿克斯，要拉克能俺他妈是可以在上当那过的，是可以的。我等俺们有个来的克斯了，啊，可以我提出来，还提不拿来的，就提来的，俺们那就别想上克斯了，有个来的。 보통보요걸날때글쓰는거요라말과마말아스라간나거이고스뭔다음에아나라바스보요걸라날스바스라니고시트하트단글게네디다보통안달라거이니머라하트논도강바래디다하트논도강라우두데달라니야근게야근게슬라니고홈이르게홈을끝게하트논도강을그마트가안달라카르망달라로 그리고는리도.무슨만다그리긴데라고요금으로이렇게올라뜨긴데요금.안달라무슨만다독다하니까.만다독다한다면만달라무슨정스칸능을들라열가가니디다.올뜨더라.안달라무슨만다요금마.대기세두분아서들요세슬라르페.안라르정정라르케니금메라저시금아서라안달라클라더.안가무슨보게즈겐게즈겐이시크티게즈가. 시켜만사 즉 니가 문다클가슬라고 브르렉라
내가 버스부터 내가 닦아 닦아라 그 내가 닦아마 너무 닦아라 내가 내가 사람 달라고 파조됩니다 사람 하나라 버스부 내가 말 관막설도 벌릴라 둘 참아 유대게 유다 이제 그 야스 닦아먹어 보통 뭐 배웠던 글쎄는 안 보 대결나 닦아라 보통 뭐 네가 있으면 세워서 대결 붙어버린 게 있나 그때 붙어버린 거 봐 보통 보통 있어 붙어버릴 때 네가 막 요 보통 안 시킨 게 있긴 네가 군을 재면 가요 야스 군을 재면 아, 맨 보 보서 요거는 부터 내가 매 부터 애써 내가 매는 것때 수도 봐. 보통 매는 불 다과라 일지 도만 일지 되고 도만 걸게 돼. 보는 내가 보는 날서 양락하는 약등 그서. 보 도만 일지 때문에 양락하는 그서. 새로 하다 때문에 일지라 달라 동해서 약등. 샤코트 오작던 그사 안나 보스마 만다가 뭐 일치 때문에 마요 안나 발라드로 보통 안 보스 때문에 마 부터기 보안달 안나 버튼 보라 아사가 그게 때문에 보통 라 보나 다스나가 그슬기 마 보통 라 보스 산 때문에 라 보 운다 나라 이걸 뭐 보라 스키를 뭐 보라 나서 욕 뭐 보라 나서 뒤토코 요거든 세스들 안달라 보세요. 요거는 닦아마, 로막, 젤마, 발, 타즈막, 캡, 문 닦아라.